今天呢是我们七街老二七本孝和苏若云大喜的日子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新人入场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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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七本孝不会笑是不是？别苦着脸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参加谁的葬礼呢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跟你没完。听说戚旅长和他这个兄弟水火不容，今日看来倒是个例外啊。太主任，国共携手是兄弟，更何况他俩本来就是亲兄弟。那如此看来，要么他们以前是在做戏，要么现在是在做戏。停了停了，虽然我二弟呢是共产党，但他也是桂林人呐，所以说结婚得按照咱们桂林的规矩。新人入洞房，胸前呀要挂一把银锁，这银锁呢必须是新郎官送的。拿着，本孝，把这把银锁给你老婆戴上。嗯，好。这把金钥匙呢，大家伙都知道干什么的。今天晚上新人入洞房，就应该是新娘子拿着，新娘子会把这把金钥匙送给她新上人。今天晚上谁拿着这把金钥匙打开新娘子胸前的银锁，谁呢就是新郎官了。来，把这把金钥匙交到你男人的手上。好啊好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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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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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是我媳妇儿，我去哪儿都会带着你。哎，还有，那我入党的事儿呢？八办在桂林是不能发展党组织的，这一点我们上级跟张长官有个口头约定。那就不能变通一下吗？我现在是你的妻子，你直接发展我进入党组织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们共产党人说到做到。好吧，这可能就是你们的组织原则吧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把你的入党申请直接递交给桂林当地的党组织。那可是桂林的党组织，怎么联系呢？说实话，我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交往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快跟他们取得联系的啊。玉座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您放心吧。这不是一家人呐，不见一家门。打我第一眼看到若云，我就认定了你是我们戚家的儿媳妇。嗯，今天呢，我真的是得偿所愿了。若云，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，我就算是死了也能够瞑目了。哎，看您说的，别老说这样的话啊。您身体好着呢。那个若云，
我们敬爸妈一杯。哎。啊。爸妈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松鹤延年。哎，好好好，来。好，少喝点啊！来，坐坐坐。哎，今天本校结婚了，现在就剩本中了。嗯，我看他得呀抓点紧啊。嗯。大太太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就剩下本中了？难道本意不是戚家的子孙吗？行了行了，别光顾着吃了。人家都要把你扫地出门了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？毛巧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，你当着刚进门二嫂的面寒碜我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当着面赔礼道歉，我跟你没完。行了，你自己娶不上媳妇还有理呀？你们俩有完没完啊？今天是本校大喜的日子，若云也在。要点脸好不好啊？爸，别人说我也就算了，你也说我呀？这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混账！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您心里清楚着呢。啊，刚进门的二嫂不知道你的德行，我还不知道啊。大哥之前不是没有相好的，为什么一直没把大嫂娶进门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？成天没事戏班的门前转悠什么呢？混账！你再说一遍。毛巧儿，你再不严加管教戚本意，我帮你管。大妈，你也别跟个没事人一样。你看不上大嫂，横拦竖挡的，死活不同意大哥娶大嫂。要我说，就是你们俩害了大哥。大嫂这么优秀的女人，要不早点娶进门，不知道哪天便宜了哪个王八蛋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老爷，戚本意都醉得胡说八道了，你还不找几个人去给他醒醒酒？大妈，我没醉，不知道到底是谁醉了。二嫂，比起大嫂来，你可幸福多了，跟进了蜜罐子似的，偷着乐吧。